颗。像对婴儿，婴儿，对婴儿叫吗？你现在帮我每个地方都叫一叫，每个地方都叫一叫。你唱一首好了啦。站在高岗上，站在高岗上。我要唱一首坎坷啊，坎坷。那个你要配表情啊。来，那个雷。坦克，那要看影片才知道。对着对音乐放大，解释一下音乐，看一下。解释一下音乐。啊！跟他讲话嘞。啊！按暂停叫音乐，暂停。先叫。啊！按暂停。是这样吗？啊！到底是不是要暂停啊？怎么会这么蠢的游戏？对啊，应该不会是这样吧？他可能是想说大家会在这个时候按暂停找攻略，然后就停到第二三小时再开始。不要说停止之后就不要什么东西就不要做哎。所以我按暂停叫完之后等他笑吗？对，所以他说暂停之后叫完，然后就会听到第二声笑声再回到游戏中，然后就会开始震动。好，你这样叫啊？暂停啊，这边不会叫啦。真的吗？对，这边不会叫。这样，这他气氛都没了。对啊，怎么可能？找攻略应该暂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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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好，开始。猫被吓到。等他一下好了。他抖一下。都飞机了。等他笑，等他笑。要我看一下，我有没有启动麦克风之类的这种装置设定哦。结果麦克风关机。又有一件蠢事。不仅对耳机喊，还喊了半天没接线了。影像周边声音器。声音装置哦，麦克风音量没开，你的意思吗？欸、有，喂，啊，我要爆表了，超大，对啊，爆表了，大家声音都哎呦，我要笑死了，继续，哎呦喂呀，好险有开，等他一下好了，你叫一下，我觉得是要继续再走，再继续，我觉得要继续再绕几圈。因为刚走到门，他就笑了、啊。那再找门看看。好吧，那再走去了。反正就是先要等那个控制器震动。哎、欸，可以。好、哦，停。他自己去，他是被吸进去的。Again。是被吸进去的、哦。对。嗯。等时间了。好不容易听到低声笑声了。对啊。所以我们是要没有，我现在全部重来，我们做一次。我们要走到底，让他笑一声。我已经看到这，看到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没有玩一个游戏在录音上面这么久、啊，而且这只是试玩版。我们就嚇成这样了。从来没有这么屌的试玩版。我没有玩游戏玩到烧香过。而且再还是试玩版。哎呦喂！是要出的时候附那个琵琶膏，京都念慈庵。就整套装。随时光碟在旁边。我知道了，他所谓的暂停游戏应该只是站在那边。就不要乱动，应该就是站在那边不要乱动，然后笑完之后等他笑，因为他你现在是妈妈，你就是要逗小孩子笑，对，他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子，所以他都不你还没笑你就先走了，对，应该是这样，我靠，你早上闹钟怎么会被吓死？还好你家闹钟不走声音，对，闹钟可以试他那个声音，马上醒，完全不敢赖床，那刚刚不是也玩完了吗？走走走，不用不用算过了，我觉得要走到底。止停停，没有没有，真的不用停。他说要停止啊。然后进去他才笑的。然后等着吧。啊等等等，不要动不要动。会不会吸进去了？对啊。不要太靠近。这算笑声吗？不是不是，刚刚的笑很明显。没有，你刚要停。那等音效结束。要停。对。他这个音效先走十步，是不是？走十步以上。八步。不知道睁眼睛。被看到。好，没了。好，没了。那等了吗？
又没了，干，撞死。没有，可能是要真的等等很久。你要等他，你要在那边等很久。可是我们刚刚等很久，我才走过来，他才笑的。要走十步等。要再等。十步要等，这样应该不会触发，应该要重来。他就这样一直等。等一下哦。随便讲两句。讲一些故事。可能声音不能爆表，好像笑不出来。对啊。要母爱的声音。哎，对。对对对对对。形容一下他的长相。你怎么长得这么滑稽？哎，小白。你怎么长这么可爱？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鼻子，只有嘴巴，还没有牙齿。好了，讲故事，我觉得可能要重来一次。不用，真的，我刚刚就是这样子他才笑的。你刚刚笑笑第几段呢？手机就回来工作。音乐来了，啊，被续了，又重来了，重来了。我刚刚真的走到那边，他才笑的。你真的走十步看看。没有没有，你就等他吧。有，这有哒哒哒。走完十步停。对，要停。音效没了，再往走到底。等不用走到底，就是音效没了，真的走到底，他才笑的。可能因为时间，他是说时间，就是你停下来之后就等，等到他笑你。好难哦。可能大家到这边都卡关，然后就已经开始在那边对，他说他会算滑手机啊，开银石什么，然后就突然笑。对啊，是真的要暂停游戏。按上面，哦。他是真的要暂停游戏，因为他不然危险恢复到游戏中了，但不要做任何事。对，那怎么暂停游戏？他是暂停游戏还是？就按暂停啊，然后叫完之后，听到第二。所以大家按暂停在找攻略的时候，他就会突然笑。这也太难了吧？哦，有可能。不然他怎么会知道？还是要这个影片的音频才会笑，因为刚才你放的影片，它就出现提示。对，还是我的频率不对。是对，他刚一放完就会电一下。哦。你 stand by 一下。还用这音频也太难了吧？你先不用那个，你先暂停了，你先暂停。好，没有，它很长，没关系。十步。四、五、六、七、八、九、十，等。地上有东西，左边地上。所以就等吧。好嘞。等等等等等等，没有耐心。你这样。笑弹一球，球。他们怎么可以等那么久、啊？都不能动，不能前进吧？哎、欸，破解，破解。没有吧？我刚刚真的是走到底下在笑。哎、欸，有声音了，有人，有人。有人就真的要等，我要真的在这个，在这个真的在等。然后继续看，继续看。哎，在笑。这样才对。他笑完再暂停。他在哭。哭哎！刚刚没有这个，然后嘞？你看，后面有东西。来了，来了。真的有东西。哎呦！啊啊啊！好近哦！没有，我按着你，按着你，按着你，按着你。哎呀，声音还没有。近的啦，我怎么这样咬哎，好呛哦！所以刚刚你回头应该看得到。对。看起来。这是56K 的数据传播吗？滴滴滴。好，没有没有。好，暂停。没有。暂停暂停。是这样吗？哇。我们来放这个影片，让他那个，等他笑。啊。他笑的没有比我好听啊！他会尖叫，他等一下尖叫。
你说羊叫声音吗？而且重点是怎么会去找到这个影片？这是恶搞的吗？他可以讲他是在整我啊！他是在整我们吗？他在冲他的影片点阅率，对不对？对啊。好了啦。麦克风出口在哪里啊？下面。上面。所以要等到笑完声音，我们才能回去。应该没有吧？对，他说要等他笑完才能回去。他到底是真的攻略是真的写这样的？这整人的吧？这可能他写来整朋友，然后就放在那边删掉。为什么在介绍？欸，他叫1分42秒哎。哎呦喂，我都笑死了。应该不是这个暂停吧？确定是这个暂停吗？不还有其他暂停吗？没有。刚真的还是刚的有人过来之后赶快回头。我觉得是要回头看的。好啦，用自己的逻辑玩啊。好了。好，我们现在等到他笑，是不是？对对。他说什么？他说听到第二次笑声后恢复到游戏中。可是现在暂停不会有声音啊。还是叫完会。好，那我们全部不要讲话。那如果已经叫吗？不，都不要。然后就我们叫完了。对。然后。那把那个麦克风拔掉。关掉就好了。我已经关掉，可以讲话了。谢谢，那是风景好。还好你有说。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玩吧。如果突然现在笑，我会疯掉。对呀、啊。好邪门的游戏。对啊，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没讲，他说你听到第二次婴儿笑声后恢复到游戏中，但不要做任何的事情，直到控制器开始震动。有这么久吗？这样叫暂停？嗯。还是刚暂停游戏是说站在那边，可是他上面写恢复到游戏中哎。对。可是这也太狠了吧！他可以做到这样子一直暂停是怎样？大家都卡关，然后突然就上厕所这样子吗？没有，那可能那个人可能是自己把自己的那个整个流程跟你讲，其实应该不用暂停。说，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可他如果说是暂停才听得到声音的话，也蛮酷的。这太恶了吧！所以我说这超恶的。你要玩100个小时。对啊。所以我们现在要怎么办？怎么办？这是一个耐心的考验吗？我觉得应该不是真的这样等的。我觉得应该不是哎、欸，就不合逻辑。因为他不想要你玩那么快，然后就是。艾比斯，你说什么解？艾比斯，你有什么想法？我好想把回复哦，然后回复。回复站着不要动好了。哎、欸，我觉得。那要不要叫？叫两声好了。叫。羊羊羊羊。你看艾比斯的耳朵，猫猫猫。没有，好，好，我觉得应该是刚刚那突然后面有人的时候，赶快回头。没有，他没有学到这个。不要动，不要动，就是等吧。所以有怪声的时候，其实后面都有跟人的意思哦。对啊，好可怕、哦。因为他那样这样子意思，他刚刚突然有怪声，后面就开始有图案。那等到什么时候啊？这油漆那个控制器震动。可是我们还听到第二次笑声啊。对啊，没有啊，没有啊，好难哦、喔！听到以后才会叫，有吓死我了！我叫一声，你也说我要叫了，我讲。那你再笑一下。再叫两声听听嘛。再叫两声。时间把你叫了。啊！哦
叫完没有，没声音了。嗯，哎呦，下班。确定？这次没有人哎。我的钱。这次没有人了，怎么办？再等一下。等一下。其实我真的就按暂停等了。那暂停，我觉得连时间都会暂停。对啊。好像是。因为像暂停，整个游戏都没有进去。不行，我们不用正常逻辑看这游戏。可是我就是给他按暂停。还是要在音乐的时候按暂停，然后开始叫。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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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好。又有音乐。哎，讲话不一样。哎，不一样哎。不要这样子啊，跑得很累，我叫叫。没有啊。公羊，公羊。母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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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羊。你就会。你奇怪。你怎么叫？好，我要回。要结束了，应该不用那么叫那么久啊。每次有声音，其实他都在你后面呢。好恶心，游戏有可以这么细哦。快走！不要跑的。你在说废话吗？不要放弃。因为你看你进去，他才会写入啊。所以，啊、你赶快笑一下好不好？拜托你笑一下我啦！我跟你拜托。你看一下那个影片好了，他们玩的影片到底是不是有那个？影片、啊、到底是怎么样笑？我们要等下一段音乐了。他做好戏哦、喔。我来看后面的。然后跟有声音，他其实都在很后面晃。我们就假设这样，我们要插影片了。好。完全模拟。这个都假设。完全模拟。那我叫两声。现在就大家聊天，聊天，刚刚好可怕，什么什么之类的。开麦让跟我聊天就对了。对对对对对。让他知道我们现在在查影片。对对，我没有在，没有不知道你的笑。是不是要查有关羊的影片啊？是不是啊？啊，看公羊还是母羊啊？公羊不会。所以就要看母羊。看母羊吗？哦。母羊。看羊叫会不会叫比较大声一点？哦。啊，打错了。是 PT。那是什么烂？我真的被他那张绿色的画。所以看别人玩的影片啊。我正在看啊。直接拉到最后看。这个叫《闪尿兄弟》。好想看，好想看。你们被打败了。输了。是你，我输了。看来我们波奇兄弟耶。闪尿超好记的。而且蛮帅的感觉。对啊，感觉就是很帅。我想一个压过他的。好，已经说他母羊吗？母羊是。他怎么可以玩这么快？他可能要玩。哇！哈哈哈哈哈！干嘛？妈的嘞！哈哈哈哈哈！我准备用伸手杖，不要拿到警察就打球。他说怎么这玩那么快？哇！哇，可以是爬完的。我看。又看一遍，看看。还好我们只看一遍。哎呦，我吓死了！闪上去留言，闪尿兄弟是吗？真的让我闪尿。重点是我那天查的时候先被吓一次，今天又再被吓一次。哎呦喂、啊！你妈的滴两滴。肚子好痛哦！我要看他，这个是到底是哪里啊？不像我的声音啊。有一点嘞，对呀、啊。还是你自己有组另外的团玩游戏的？嗯。其实我以前已经玩过了嘛。闪尿兄弟。这也太多了吧。所以我外面有个团叫闪尿兄弟。我专门玩游戏叫闪尿兄弟，玩音乐叫博奇兄弟。我等下又在被骗，声音关小一点啊！
自从你讲过那，我脑子会是你的那个专辑名称，唧唧嘤嘤的，很洗脑哎，表示成功了，很洗脑。哎、欸，这个不是，到底 Part 2在哪里啊？我们现在 Part 几啊？他还不笑哎、欸，都等。我觉得应该不是暂停，死不笑就对了。哎、欸，我们刚刚的画面是黑的，对不对？什么意思？那是这个。你说暂停画面啊？外面房间的画面。外面画面是镜子啊。我看。是这个吧？哦，对对，声音很像，声音很像。它在哪里啊？一样的地方啊。这个不是啊，这是我们找电话。这最后面嘞、欸啊。他才玩25分钟，为什么玩？应该不一样吧？等下他要等那个吗？原来有快转。哎、欸，有了。这里吧。对啊，这里啊，是吧？对啊，从、啊、这里。他中间想乱走啊！他想的，他有乱走哎、欸。对啊，其实只要走到一定的步数就啊啊啊！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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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一次？没有，我觉得是要乱走。对，然后看到那个，你知道我刚刚怎么气死了吗？然后看到你后面那个人，我刚刚是要被吓完才有的。对啊。对。所以那个人少讲步骤了啦。不要拿那么快、欸！好了，直接玩。我被沙箱灌看拐子了，好痛！所以刚刚那个来就要被他吓了。我不知道你怎么吓死了吧？重来，直接下去。等那个来，然后直接跑，是不是？就跑，对，就到处乱走，到处乱走。应该说要等他真的有声音。我要崩溃了！来，我错了。哦，然后要跑吗？往后走，乱走。还没。确定有那个声音的时候啊，他是乱走，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来了。干我不敢看，我刚才没看到一次，我没看。还我手机，笑我长痘痘了，我要长大了我刚才吓死，而且你的小荧幕，对呀、啊。他这次没有来。哎、欸，那人走的超快的，哎，直接撞鬼啊！他才刚出场哎、欸。你刚刚他在想说。吓死了，对啊。他这一次没有来。乱走，不管乱走了。他刚是钟声在响的时候走。往后走。然后走到底左转。他刚在看那个电话的时候撞到的。他没有来啊，没有声音。反正有声音的时候就乱跑就对。没了。忘掉了。对，不是这一次，我们要去镜子再等他。应该还有一次。就是要他真的有在闪的那个才是，可是没有被吓到啊。哦，这个镜子看后面看好清楚，刚刚。好恐怖哦！刚有一个角度超清楚，他整个站在后面。那边晃，那边摇。是不是很恐怖？超恶的。这边哈林摇。你知道怎么被他吓的吗？对。脏话是应该要骂出来。他真的很那个。来了，到处乱走。那为什么先听一下声音？那先等他死啊！来了，真的来了！到处乱走。去追声音！我走，走转。有另外一个人在讲话。全部都闭眼睛，拉起你的眼睛。不见呢？啊？所以他在这里面。哎、欸。没了。那为什么？没有了。看他电话，搜索一下电话。刚看电话，对，然后又没了，为什么？那个再看一次好，影片再看一次。真的假的？你再看一次影片，他怎么触发那个的？对，我认真的从头开始看。我觉得他是一直轮回，就等他时间，他自己就会再叫一次。这第一次是没有的，第二次是。我不要跟你一起看。不要他刚手还移过去给你。我会找他，我看完整个往那边飞，然后就。我们都要下血了 ，ABG。哎、欸，为什么它是红色的？我们是黄色的、欸。这是要结束啦、啊。这结局了吧？对啊。没有啊。
这我们现在这是最后一关了，对不对？对，这是最后一关了。看，一定要把它弄完。那什么？它是红色，不是黄色的？没有红色完就会变黄色的、啊，这是最后一关。可能是我等一下才是变红色。来了来了。所以我们要在镜子前面等吧。可是从镜子前面等到最后被我们也来了哦，来来，看一下，如果有。哦，放大看，好精彩哦！没有，他没有闪，没有来，等一下吧。这不是回头吓到。吓死啊。还是要再直接重新。还是要重来是不是？可能啊，应该不用吧，应该不用。应该是不用哎。可我记得他刚刚是灯那钟响就撞到了。对，在响的时候。对，他刚响的时候就撞到了。我还在说怎么他在响的时候还在走啊。对啊，然后就吓死了。就没了。看小萤幕也吓到，哇！因为小萤幕很近，然后大一个，对不对？而且我很专心在那个点。我在看的啦。可是现在就不会有钟声啊，所以要重来吧。哦，是这个意思吗？对啊，因为重来要等钟声吧。有可能哦。又要等钟声哦，好烦哦。如果姐赶快看仔细、欸，你不要撇开嘛你。我在看啊。你要看、啊。我在看啊。你跟我斜着看啊。怕啊。59分，对，他在等呢、啊，但是他回头等哎、欸，他躲在树后面等，他这是个 CS 的概念，对啊，他等一个是狙，天马，天马，对，他每张图都看你好屌、哦，哎、欸，哦，没有名字，前面走到婴儿前面去看一下就不见了。对，他只对他只冲到婴儿前面，就我们已经过那个剧情了。啊？那我们就要再往下一层走哦。不是这一个。不是，我们没有。所以这个不是最后一个。不是吗？不是。你放声音出来啊，不然怎么知道有没有那个？哎，他听电话哎。对啊，可是电话是最后一关了、啊。等电话响啊。烦死。听电话是最后。他在等电话，你去电话那边等。哦，他刚就已经，我们已经过完了，是不是？会不会？所以他，可是这没震动哎、欸。他要走掉嘞、欸。他也在找吧。Oh. Fuck. I'm so fucking scared. 所以到底是怎样？我不知。还要再重来一次哦。不用。再等声音吧。他去看时钟了，时钟，他又走掉了。他也在找吧，他也想到要怎么过。他跑去哪里？可是你刚刚看时钟是零吗？对。又有了，又来了。是看大门的，大厅的门。一样的声音啊。哎，他去看一个收音机耶！哦，我见个收音机。他去看那个门口见那个。要去看那个小孩，要去看小孩。然后呢？看小孩，然后呢？他听收音机啊，听收音机啊。等一下，现在音乐结束。那小孩笑？有？没有，是那个手机的小孩笑。那你刚刚过去再去撞他一次吗？啊？他在哪？你刚不是有看到他了吗？有，我不见了。
身后跑啊。哎，那你先暂停一下。先暂停一下。不要，我看他是不是到了这边就会笑。哎，电话响了，他们来了。等一下，你先暂停一下，看他们叫啊，他们对。不是电话响。在里面的现在不用叫了，好开心哎！我还想说，对，结束了。没有，我觉得等一下到下一层应该就电话就响了。我觉得这也他没有下一层啊，没有下一层啊，就是这一层。哎，他也没有用麦克风啊。对啊，我不知道，不知道我们开用麦克风啊，因为没听到声音啊。他就一直看电话，他是盯电话看。艾比斯。那就响了。艾比斯。要等时间吧，我觉得。还有一个去看收音机。没有尾巴回应我们，有。他在录影，他叫我们听得到吗？听不到。见不到。听得到吧？所以是他那个女鬼来的时候要看收那个电话。就看完女鬼来。不是吧？他看完女鬼之后去看收音机，去看电话。对。就是让他讲。然后电话就有响了吗？是这样吗？对，他就这样子乱走乱走乱逛乱逛，然后看电话看收音机，到处看。嗯，看时钟，看电话，看收音机，看时钟，看电话，看收音机，对，电话就叮叮叮叮。哦，好，我们来试试看。那我们就乱看吧，反正刚刚那个也看到了。看到应该不会。哎，怎么那么近？哎，对啊，对啊，怎么在这边？为什么在这边也有？不要再进去哦。对啊，会重来。去看收音机，去看收音机。我是有看到另外一个攻略，他说这游戏连体验版都是随机的。哦，就是都很随机，就是好像没有一定门口看一看，就没有几个版本吧，我在想，但是就是对，然后可是就是都有一个重点，就是好像会被女鬼吓两次。我觉得他的版本跟我们，所以我们刚刚已经吓完两次了，因为他的版本那个跳的是红色的那个坏掉的画面是黄色的，我们是黄的。哦，所以他连体验版都做成这样子怎样？你按 R3 呢？怎么样？你就按 R3 了。时钟我看吧，时钟看看。最后电话响了。哦。他势必在你后面啊。好恶哦。刚刚都没有人啊，可是现在就又开始一直有一个人在跟着你的声音。刚小孩有笑了吗？第一声有笑了吗？有，第一声笑了，然后我们就卡关了。嗯。因为控制器一直不震动。对。我进来他就不动了，他不来了。我靠，那声音很近哦。超近的。我姐那个就我看一下有别人，我受不了了，把小孩抱起来好了。对啊，都要带走了。快电话，赶快响啦！那个闹钟看一下，时钟看一下，看几点？我已经早上七点了。早上七点。然后每一幅画都看嘞。真的。嗯。他应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吧。然后门口那边的每一幅画也都看。而且他也是乱七八糟。乱走，乱走破关嘞、欸！他走得非常大胆，连女鬼他都无动于衷，就冲过去了。没有叫，完全没有叫，连叫都没有。这明是明天他叫还是怎样？他应该玩了一百遍。是我们叫太大声。他是直接冲撞女鬼的，很凶狠。哎、欸，可是现在没有音乐啦、啊，他不会那个来的、欸。可能等一下吧。我们现在已经过了那个对音乐的。哇！又要重来看一次环。好，我电话赶快响。没有。到底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触动？声音到底是哪里来的？大跟暂停那个没有关系。我觉得跟暂停是没有关系。大厅诶，大厅看一下大厅。可能是刚好暂停。大厅的前面那个桌子。哎，为什么这图啊？再看一次这个。香蕉看一下。又没有香蕉皮啊！我觉得香蕉很可疑耶，为什么这个地方有香蕉？因为它铺的不一样啊。我不用看都听到。在这里啊，它在这里。它好近哦！好近啊！我只要一直在耳朵旁边而已耶。还笑。干，笑啊笑！不要！回头！往上看，门那个门的上面。没有，后面的那个门的上面。一样啊。好，回头。我们去等电话响，我们在电话面前守株待兔。
成语的，如果电话没了，哦，在紧张的时候还要有那个文学性。我觉得每个人的观是不太一样啊，为什么他又下去会变红光啊？不要怀疑我的锅。那我们就直接下一层吧，下一层就重来了。对啊，下一层就重来了。就要又要等钟声响。对，可现在不会有钟声了。可是他就真的是走到，他也没干嘛，就。然后那个也就没有在叫了。好他一直走就响了。对啊。他有一道蓝光哎，为什么还有一段蓝光啊？那有蓝光。蓝光应该是遥控器的那个，我没有。这到底是什么？遥控器的那个打在荧幕上。呜呼！你刚叫的时候都有开吗？有啊，有。欸，是我把耳机戴起来，然后女鬼靠近会跟我讲话。他说：“你可以叫了。”对，类似这种。好，你试试看。德主管开始了。而现在没有那个音乐嘞。欸，就没了。应该要等，就每个人应该要去等电话响。音乐都不来了。他等一下就没了，他的就电话响了，然后也没有接起来，就说 you have been chosen， 就这样，就你被选择了就没了，他就下去就没了。这是什么东西？怎么这样？有什么东西？好难呐！我最讨厌就是卡关这样子，而且都到最后了，没时间看。哎，我有问题，那个停车场应该不会关门吧？不会，另外一边都会开着，还好。就问一个很正常问题，我怕等一下车被卡住，我就呵呵一直在上面有纸条，哪里？电话上面有粘一张纸条，对，好想知道是什么。我去靠，超近了，我不要回头。要撞一次，要撞一次。我刚刚真的是挡在树后面，他就来了。哦。可是我们已经过了那个怕了。换一次。哎呦，干超近的。靠！电话赶快响啦！那个照片再看一次，刚刚那个脸被撕烂的照片。到底在哪？所以我们现在不是要去找他。现在要等电话。对。欸，我觉得这真的是随机的，有人玩18分钟就结束了，有人玩2个多小时，我刚看到有2个多小时的。然后我们刚刚看到是25分钟。对。那我们不会被选到最长的那个人吗？而且操作黄光后面玩就没了。啊？你说地狱玩就没了这样？对。可我们还有欸。你们刚刚有收集到5张？哦，我觉得应该是你。找到的条件不一样，然后有可能分歧到不同的结果。对，是不是因为你没有收集到几张？半张都没收集。因为我们有看到啊。只看到撕掉的。你看，它是红的。对啊，我们是黄的。哎、欸。上面写字。而且上面这边写字不一样。我们刚触发是说他说要打电话，然后这个刚刚是说现在赶快走。刚刚日文是写说伊玛卡伊 K。不一样，不一样。日文版跟日文版是红色，英文版是黄色。对 ，Hello， 刚英文版也有写日文的。对啊，刚英文版也有写日文。嘿嘿，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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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咯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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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啾啾啾啾啾啾，这有一个2个多小时版本的。这我们的吗？干，赶快啦！你赶快去打电话啦！我们应该还有什么东西没做，他才不会打电话。而且那时候说收集，欸，我们没有经过蓝光啊，为什么他们都有蓝光啊？蓝光是不是那个，他这个照到荧幕也是蓝光？真的？哦，也有可能啊。可你看他们这个真的有蓝光哎，你看这边有一段有蓝，我怕看。嗯，为什么没有？哎，好酷哦！哎，是全蓝的哎。对啊，我们没有啊。有没有地方可以换手电筒？手电筒还是真的要再往下走，还是要一直走。那我可以控制手电筒的光照哪里，跟视角不一样，视角是这样。对，他又一直走，一直走。可能真的是一直走，随机一直走。他说 Lisa 的图片，他那我穿过门了哦。我觉得我就穿过门了，我觉得我们刚刚应该被吓完了。我也觉得，你看现在就没有那个声音了。对，所以应该要再穿过一次门。
就没有那个虫鸣钟声的声音。哦，下来喽，要关灯了。看时间，看时钟。Fuck。我觉得就随便走哎、欸，然后随便找那个 Lisa 的照片好了。乱走乱走。不会被下一次，我觉得应该。应该两次没有就没有了。哦，你要沿路找 Lisa 的图片。对啊，试试看，找找看好了。然后门口那边有一个，门口电话那边就时钟上面有一个那个被撕掉的，每个照片都看。真的耶，他们都有蓝光哎，为什么没有？每个照片都要看，每个照片都要看。要动了，要动了。画不用啊，这个照片就好了。斜斜的看。哎、欸，真的，这样我已经看到第二个不一样的剧情了。这个桌子没打开。可是电话都会响。电话响完按 R 那右边那张，右边最右边那张，最右边那张。然后我这个写电话响，按完 R 再走进去门。然后大厅面有三张照片，大厅里面有三张照片。哦。继续看，走，不要继续，不要继续，看，先看照片。看照片。然后还别张照片，旁边没有了，就只有这张而已啊。可是我们没有走到蓝光这一部分。哎，怎么变迷彩了？那本来就这样啊，这也是本来就那样。回头我要被吓了，偷摸回头可以被吓了。回头看他出来，等他出来。你知道那个他去逗小孩，然后小孩就第一次笑。哎、欸，好像是哎、哦。所以你要躲起来，不要挡他逗小孩。对。可是已经没了。这新招式就对我们自己设计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写他的剧本，写说啊是要让他逗小孩啦。我就故意在骗人家这样。刚好我们一定要来骗人。所以我们找地方躲起来，然后让他出去逗小孩。可是我刚刚还有一个出发，我们是走到底他才笑的啊。因为我那时候刚好在音乐的时候啊，可能他已经去逗完小孩了。那女鬼跑去逗小孩，我们刚好走到门口。对。所以不能倒。我们不要走在那个女鬼的路上，所以他叫我说走。哎、欸，有字。对。哦，对，有字了啊，没了。所以要继续走下去。再继续走。不一样。没有。好棒！谢，我们刚刚在笑，我们在笑老半天。啊，这不一样的哎，所以要就是一直走就对了啦。新的剧情，首先我们被红光哎，看这是谁？对，要红光、蓝光完就没了。哦，所以我们刚卡太久了。干，被那个骗了。对，被那个骗了。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过。我也觉得。还是要等中秋完，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站在那个前面嘛，玻璃前面。要变蓝光。哎、欸，不用哎、欸，我觉得直接一直往下走哎，一直走就好。应该一直走就好。如果还有开门的话。在对，好，我们就一直往下走，一直往下走就好了。好暗，好暗哦。走了啦，走了啦，来了，他来了，冲！不要怕，我保护你。走，钟还没响啊。不用响了，冲啊！哎，普通光。所以要等他想完才对啦。是吗？真的。他声音还在啊。他声音是延续的，没有断。信不信我们等一下回去还是普通光？这是我们的版本。对，所以我们还是要等他想。哦。想完走才会有。可是我们刚刚不是有走过，也没有红光啊。这又回到刚刚我们的，对。哎、欸，可刚刚没有这么暗啊。对啊。对啊。我们还在等一次十二点吗？应该要哦。还是我们已经从无限循环走到第一关去了？可是刚好没这么暗啊。无限循环走。对，刚刚没有那么暗吧？没有那么暗，不一样。我们继续往下走。滴答。有，还是有滴答哎。看看会不会响。有滴答，应该会吧。那你顺便看一下那个照片好了，找一下那个。已经看过很多遍了。看照片，你一直叫他看照片。我怕没事做啊。
哎，这样离开就没有声音了，因为太远了嘛。僵尸里面一样啊，那个他们要过路的时候，你要那个不要看他们。不是，他声音很远嘞。来来来来。哎，他要跑步的。喂。哎呦喂、啊！还要堵他就是了。有有有，快快快！你是不是一个滋滋滋的？看我吗？穿越门。我看到肚子都饿了。有一突然有一股很紧张到胃痛的感觉。就刚被那男的骗了，对呀、啊，耗超久。红光王，我们是不是要红光也要再等一次十二个？好下一个。哎，可这样就没有那个被电一下、啊。可是他想说你知道，他就不会再。没办法，没有红光。可是他刚刚走完之后还有蓝光哎、欸，不一样。红光王还有蓝光。所以红光让我们走太快了，没有触发到啊。对。那我们怎么触发红光呢？对，我们刚刚怎么出发？那就把所有东西该下的下，该看的都看。每张照片都看。你是看到五张碎片之后，它就会变红光之类的。对，好像看到有可能哦。一。哦，对。哎，等一下，这刚那张照片变多了，你没发现吗？有吗？没有啊。刚原本不是没有脸，有。有啊，有啊，有。一张。他的照片就满那个女生的照片。哎，比基尼赶快借来了。女生照片。难道你不用了？女生照片都要看。两张。还有还有还有，下面还有两张没看，中间那两张。中间两张？那剩下还有一张是女生的吗？下面那个。这也是那男生吧？哦，是啊。左边那是披头士吧？他来了，他来了。Steven Johnson。要打中，要打中了。可是我们没那么多张照片。右边右边。这张是。其实是因为有被鬼吓过，下一关才会变成红光。好像是，刚刚是好像是这样。可是这个音效跟刚刚不一样，不是有另外一个音效是有哭声，然后对对啊，所以等一下还会有再一个声音吧。那我们就在面壁这样。面壁等。刚刚好像就是躲在这里，然后出去才有看到鬼。是吗？还是我们开始了？开始了。是这样吗？妈妈来了，他会头探过来看你一下。你太恐怖了，真的太恐怖了。你还有一点点痛啊！我大拇指抽筋，好痛。那我别人为什么？他刚刚可能在你旁边呢。好，应该可以了吧？好，那代表等一下会是红色手电。红色吗？对。虽然刚刚没看到，还是被吓。吓傻了。虽然应该也穿越你。有啊。但是那一下子。应该有被电了，拜托拜托，电一下，电一下，电一下。没，哎，有。没有。没有哎。啊，都被吓完了哦！在玩多久？忘记了啦，
放弃了。最后一关了。对，到底要怎么样？啊、我知道。刚为什么会红色？对，然后还有蓝光哎。该看的都看了。很蓝的蓝光。嗯。要等到小朋友笑一声吧。刚刚我们是有等到笑才过去吗？没有。有啊有啊有啊，有笑一声，我记得有笑一声，我们卡在第二声。我们被吓完后，他会笑一声，对不对？对。刚刚没被吓，可能没有面对被吓吧，还要面对。再来。对他们都有第二个那个大吓的那个，我们刚被第二个大吓过了吗？嗯。你说吧。人脸的有吗？有的，还有站在。全身从哪里？全不是，我是说就近身又这样啊，这样我们一次的那个有吗？有吗？有，这第我们第一次有，然后那边白色的。第二次有吗？来了来了。电话也看，收音机也看，啥都看了。时钟也看。时钟也看。地上的娃娃也看。走路好大声哦。不过最清楚的攻略就刚刚是要找到那个，没错哎。你说写字的哦。就是叫我们大笑的那个。我觉得被骗了，我觉得骗我。没有，可是他说他原本就参考老吴的那个，这样才做的。对。基本上现在这个声音是不用理他的。应该是哦。对。这个声音，它只是要让你快点走而已。收音机，哎，可是刚另外一个这边也是说，哎，先被附身，要被附身，然后用妈妈的声音笑，然后用麦克风讲话。哎，所以你刚刚被附身了吗？对啊，你刚咻一下是被附身吧？他跑掉了、啊，然后嘞，你有看到他背影吗？你看到背影啊？没有，没有说暂停，他是说变成人鬼一体的状态，用麦会一直听到婴儿声哎，你在用麦克风讲话，代表没有被附身，要重新。对，他说，然后第三笑自动才会触发，所以我们是婴儿声音了吗？是不一样。他说，你看，他说理念很好懂，怕大家都被怕附身才会卡关。哦，我们就要冲过去给他附身，是不是？我们已经附身，我们已经附身了。没有没有，他刚离开了。他刚是冲走，对，我们刚刚他就跑掉了。主要的意思说就是要被附身，他说心得，所以是要跟他亲一下的。对，我们要去抱他。我们刚不是抱他了吗？对啊。然后他刚的咻就过去了。没有，他刚咻就跳你身上来了。有吗？可是被附身画面要抖一下。我跟我刚直觉他没有附到我身上，因为没有听到那个娃娃在笑，你叫哭啊。好附完，附完以后要去。啊你。都不要动就好了。所以终身玩你要先走，然后再回来。一直都到这最后面了，你不把它玩完，好像说不过去。我们要怎么被他附身？我们要想一个什么好的方法，让他可以。所以大家都说玩五个小时，我们玩了20分钟，耶，快要破了，结果后面4小时都在这里。对。我们怎么被附身？就站在那边看着，直接站在门口看。都不要动，就站在他会出来的位置。对。然后都不要动，也不要前进，他就不会往前走。你说我们现在就站在那边哦？我也不知道哎。就面对他，直接面对他，直接面对，这样子，对，好，不要动，好，就在这里，就在这里，等他自己出现，我等你来，好，你什么时候？喂，你等下就会看到有暗门从旁边走进来，就跟那个一样，对，干，原来是你女学生，我看监视器看到你了，而且暗门后面吃便当，对，现在暗门后面吃便当，那个，对。可是他刚刚哦来了，准备不要动，没有音乐啊，没有音效，还没，他中到了。哎，可是有些是先有音效才中响。对。这好难哦，我也要等一个电话响，是要等多久？结果明天有客人打电话来，我吓死。来笔记。你这样会出现吗？我不知道，不知道，就不要动好了，试试看好了。对啊。
说因为大家都怕被附身就解不开。大家怕被附身就会怎么样？他说就是通常都是卡关，因为你怕被附身，所以可能会跑吧，还是什么之类的。就一直躲他。对，他一直觉得说这是心得。大家怕被附身，所以大家都会。没有人啊。等他吗？我刚刚是其实是真的躲起来，他才出现的。你怎么在他后面？要抱住他，熊抱，熊抱。对，我们就在那个门口，然后对着走廊等他出现，我们从后面冲冲撞他。他失落了，没了，失落了，干。那钟响没了，会还是会出现吗？会啊会，我们是后来有一次是后面才被吓的。哦，所以他在等第二个声音。我们先照片都看一看，我顺便看一下照片。要看有没有杂志可以看一下，等一下。换你吓一下。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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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不可以捂眼睛嘛？看一下，看一下，那个嘴巴往。所以等一下直接就刚刚开实况玩了三小时，研究出自己最终的破关方法。网络上好多假攻略，还有的说要大对麦克风叫 Hello Lisa。我们上当了。就是我们。他说讲 Hello Lisa。Hello Lisa。我们都没有讲 Lisa 啊。哎呀，对啊。步骤，他说以下是我试过可以真正破关的攻略，大概分成三个步骤。步骤一，站在时钟旁边等他跑到零点，会有背景音乐和女鬼哭声。这时候千万不要动。如果女鬼在你附近的话，就背对他，他不会怎么样。等到所有声音停止之后，马上往前走十步，是很小的那种哦。往哪里走十步？往前走，马上往前走。真的是要在那边等。对，然后背对女鬼。对，第十步你刚好会停在厕所门口，而当你停下来，就会听到第一次婴儿笑声。步骤二，站着等女鬼出现，然后女鬼一定要在走廊上才可以，目的就是你要跟她对撞。对撞。如果女鬼在窗外或镜子里，就等她下一次出现，会大概30秒到1分钟，跟女鬼对撞后，她就会附身在你身上。对撞了。对，然后你会发现，你一停下来就会有她的呼吸声，这才会成。你如果停下来，她的呼吸声才是被附身。我们一直都是。真的吗？像刚刚上一个啦，现在没有。现在没有啊。三个有被附身，所以变红色手电筒。对。啊。然后。步骤三才会走回时钟前面 R3， 盯着时钟画面5秒钟，这时候会听到第二次笑声才大功告成。没有呼吸声。第二次笑声、哦、如果手电筒不是白色而是其他颜色，就是不能破关的，请你重开一道门。哦。如果时钟是关的，也请你重开。哈？还有时钟会关？等一下，我们再重新 review 一次。他说：“我现在开会，你怎么重来？那个，等一下放石涂鸦的时候，就从左边开始画，抓钱就从右边开始抓叠，差不多。就是那个女鬼要出现嘛，对不对？”他说：“先站在时钟旁边，等到跑到零点，会有背景音乐和女鬼哭声响起。先站在旁边等，然后都不要动，看时钟。对，看时钟，就是站在时钟等到零点，然后等到音乐跟响起都不要动，等到所有声音停止的时候，马上往前走10步。”很小步的那一种，但是中途不要停顿。第十步你会刚好停在厕所门口。啊、当你停下来的时候，刚其实是可以，可以，对，可以，应该是。然后他说，当你停下来之后，会听到一次婴儿笑声，这样，然后就站着等女鬼出现，就这样。站着等。嗯。然后女鬼一定要在走廊上才可以，目的你要跟她对撞。我们刚好在走廊遇到啊。有啊。对，所以你要跟她对撞。所以第一次我们有被附身啊。不一定要进厕所。对对，没错。一定要进厕所。我们第一次有被附身成功，第二次可能没有，然后我们就自己傻傻的就失败了，就这样。对。他说对撞后会附身在你身上，你要发现你一提下来就会有他的呼吸声，才成为你第二步。有些都超安静。然后嘞，而且刚突然 L 版回说恐怖吗？靠背卡关。有啊，加下来，加自己玩一次。他说还恐怖吗？妈超恐怖，我快吓死了。紧绷了三小时。下一次才有女鬼，所以你要走到那边，要等全部安静再去那。对对。来来来，先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动物，动物。听出来。D O N M O V E M O
VIE， 还是 Movie？ 我说千万不要动，都不要动。然后等到停声音停止，马上往前走十步。好，中还没还没停吗？还没还没还没。好，走。走不要停，一二三，不要停，不要停，直接停，直接走。五六七，然后往右，八九十，真的好停，都不要动，不要动。Nobody move， 站着等女鬼出现。哦，会先听到婴儿笑声，有吗？等一下，鬼要等吗？是鸟叫。女鬼应该从后面来吗？应该背对。我觉得我们等错是那个声音了，是另外一个有哭声的才是。真的。我很久没有听。刚刚背景音乐跟女鬼哭声没有女鬼哭声是不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他说有女鬼哭声呢。对，有。对。来来来。再重走一次。他要出现，快背对他。再躲一次。那就这样。有有来来来。对，是这个是这个这个。好可怕、啊！这应该是上个玩游戏过不了关的关。声音要声音要玩吗？要玩，要结束，拉去哄小孩。都不要动，我第一次你拿亲自哄，第二次你附身再去哄，是这样的意思吗？没有吧。我们活动快点。还不要动哦。可以找到碎片所有的地方。这么小？他说鬼才找得到的地方。我们没找碎片，我们都没有找碎片。他说不需要找碎片。我是哦。好，十步。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等，有了，是来了。等一下，他出现在等。对。他会站着等女鬼出现。然后你等一下就会跟他对撞，所以我们会被吓下一次了。等他，所以要吓完一次，他会从前面还是后面来、啊？他说前面，他说如果他在窗外或镜子里，就要再等下一轮，就一直等就对了。等着给他附身就对了。对对对对。麦不要叮当，大家手都捂着的。没有，他没有出去啊。要等，他说等要等要等。等那个声音。他说他一定要在走廊上。咚咚咚的声音啊！所以不一定从前面来，后面来吗？就像刚刚他会来的声音啊。应该是要等他说可能会在窗外，如果在窗外或是在镜子里，就在等他出现，大概30秒到1分钟。哦，他会再出现就对了。对。所以我们刚刚背对后面那个冲撞，看不到镜子啊，所以不用进去啊，所以脚步都不要动，等就好了。来来来来来了，是这次吗？都没有声音，反正脚步都不要动，只动头就好了。来了，来了。所以是要找他是吗？你们是要面对后面前面吗？没有啊，他说就等他出现就好了。不用回头吗？他会出现吗？反正就一直等啊。你怎么在看？哎呦喂呀！还互相监督。没嘞，那再等啊。再等，再等。我们背对后面看看好了。他是在我们后面啊，转头可以吗？转头应该可以吧。转身看看，可以移动吗？我们转头好，转头背对，转头就好了。哎，转太快。后面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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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这边换这边是不是？对对对，换这边。好，因为他会冲过来嘛。对，他冲过来撞我们。好。好。好恐怖，是哈沃哥啊。就算知道要怎么过，还蛮恐怖的。我知道重过还要过很久、啊。没有，而且我觉得他这个讲的应该是对的。他说他自己玩了3小时，研究出。跟我推夹两趴夹好紧。不要夹爆哦。欸，在录影对不对？我可以后退一点。可以吗？录影。可以后退一点点吗？什么？别，就这样。因为我看不到镜子啊。蛮想蛮想。你们反正等啊。镜子不重点。双方跟镜子嘛，你看这个角度才是对的。和镜子哦，我们再来看。哦，这要等太久了吧？我的妈呀！不要突然转头。我们一个转头两次哦，要两次音效是吗？至少还好，我们听到小孩笑。对，没错。
还蛮爽的，终于快点。小雨，等我们要弄会给你弄很久，快点了，我要笑，不让我笑。来了。Skill。来了，有声。不要再笑，而且你还要被他撞到，你要被。他说撞到之后要去跟小孩讲话。没有，他说你发现你停下来有女鬼呼吸声，就会等到，就会电话就会响。哦。声音越来越近了。所以你得要转。对，这是转角哎，超恶的。对啊。我们等下突击检查吓他，我们吓女鬼跟女鬼讲。他倒了。他倒在地上。所以你要转头吗？你要对撞哎，对撞就面对他。哦，你还转头吗？你为什么要这种转法？转。等下，我觉得他是穿墙直接到厕所哎，他没有走这个转角哎。是我们在池中前面等他吗？在等他，要么就是我们在我们刚刚自己被他撞的地方等他。在池中前面等他。对啊，对啊。然后他要出来的时候，赶快。没有啊，现在就说了，你就站着等女鬼出现就好了。然后女鬼一定要在走廊上，所以他的意思说要等到他到走廊上。所以我们再往后看，因为他音效两种嘛，我们一个方向看两次来看。哦，有分析。所以你现在一样朝后面，一样朝后面。我拿笔记一下。一样朝后面。你看，他卷在看字，你看他这写的、啊。哦，我不要看。哈哈哈哈哈！字都不能看，字都不想看。看，我看到好害怕，我看到字更害怕。哎、欸，来了。可是这才叫走廊吧？刚刚那个也是走廊，那比较好被冲撞。对，这个比较好被冲撞。我换这边，对，这边刚好被冲撞。好，就这里看着他来。刚刚是最被吓到是这里吗？对啊。刚刚他在比，哎，可是不是要先背对他才会出现啊？没有，就面对面，然后。对，就跟他撞上，就要让他附身。来，好快哦！这次好快。应该没有，应该下一次。没有哭声，没有哭声，应该要下一次。就这一次全部被吓死。可是要面对面啊！对啊，放大镜，我的妈呀！你有多想看清楚？等一下，站在这边搞不好就没有哭声的。没有，刚刚要等第二个声音，这个是呼吸声。他一次是有两次声音，就一次一次轮流的。所以我要站哪一个位置？就刚刚那个位置。我觉得这边没办法撞。对，我觉得应该在另外一条走廊，始终前面那条走廊那边走。没有，这里。我在这里等他。就是停，太近了，太近他不会出来，你要后退一点。对，差不多这里，在后面，在后面。好，等一下有声音就等着他，就放大看。我觉得在后面一点好了，在后面两步。我觉得在后面一点。他没有步，有机会可以逃到厕所里面。这也太可怕了吧！光这样看就很恐怖，好不好？对啊。我觉得晚上睡觉，我们大家都在这里相见。对。你也梦到这个、啊，哎，你来了，他们啊，还有人看着蹲马桶干，我也梦到。哦，还有，这是我们五个人，五个人对撞吗？哎，这对，这对，这对。哦，对。杜宇杰，有看懂吗？走回行动组位，然后第一个时钟上面的话5秒钟。真的是等30秒到1分钟，真的，差
好驚哦！有慢稍微淹没。暂停啊！哎、欸，怎么没有了？30秒。我觉得我们站在这边就不会有哎、欸。好像要背对，先背对，有声音再回头。哎呦喂啊！哎、欸，真的！我靠！然后等有哭声的时候开始回头。等那个声音越来越近了。哦，可以了，可以了，可以。回头，就是没有哭声。回头，试试看。没有哭声哎、欸。等声音结束，然后刚好没有预备呼吸声。等一下嘛！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先不要动。没有啊！你跟我刚刚对撞吗？有啊！你会发现，当你一停下来，就有他的呼吸声。对。是吗？走嘞，走。对，摇起来的呼吸啊！就这个嘛。去时钟，去时钟。好，去时钟，去时钟。然后用 R 三盯时钟上面的话，上面的话5秒钟，有三，哦，然后停下来再用。对，停下来按 R 三。嗯。有3张在上面，1张在左边。有了，然后呢？5秒钟。按5秒。5秒 R 三，每张都看。左边有一张，左边有一张。左边有一张。左边有一张，对，刚好看。对啊。嗯。然后都有，然后都一起，每一张都看。时钟你看一下，时钟你看一下，时钟你看一下，时钟你看一下。没有，这不用，这不用，下面那张，对，这一张。然后这时候你会听到第二次笑声，就大功告成。我这上往上看，继续。你就按住 R3 5秒，按住 R3 5秒，然后按住 R3 话费吗？就这个功能怎么看？对，我们现在是不是附身了？我们现在附身了。对吧？对。这看时钟吗？时钟可以看吗？继续啊，反正你就一直看吧，会听到第二次笑声就大功告成。之后走到电话前，手把会开始震动。那话好像都活的。对啊，很恶心哎，明明就没干嘛的。没有。那白白会飘是什么？那种灰尘啊。好恶心哦。后来在下雪。到底要多久啊？我调到好久，对不对？好饿哦！这到底是什么？看不懂。哎，没有5秒啊！很久嘞。对啊。他说，然后要听到第二次笑声才大声告辞。那我们走到那个出口，搞不好就会笑。那你那，反正什么都看了，反正不会再被吓了。对对，没错，你被附身了。那婴儿，你看一下啊。被附身就试试看喽。婴儿看一下，就看时钟嘞。嗯，我去看一看。哦，我们被附身就会恐龙这种声音。对。什么恐龙？婴儿看完了，再去看画了。喂，哈哈。Hello。没有。好小孩。然后再看画了，先看婴儿，再看画。然后就看什么？画，刚刚那个。时钟上面的画。时钟上面的画。好，三花来看看好了。所以刚才只听到这声音，就是他骑在你身上了。那这个用 R 三会看到吗？所以我刚不知道会附身。你手把开始震动吗？没有，那就还没。我没有叫嘞。我知道，那你就一直等吧，一直等吧。他说会听到第二次笑声才。要哄小孩吗？应该不用。我觉得他讲的这个应该是真的。哄小孩，我觉得是骗人。对啊，是骗人。尖叫叫的都快妈的沙哑。那个羊的，假骗点阅率了吧？对啊。没什么都看吧，什么东西都看一下，都看5秒。好难哦。要被吸进去哦。对，要被吸进去哦。应该不会啊。他说只要你的灯不是白的，应该都是假。你要看5秒，还有，我很怕那个。对，没有附身了，对不对？对，难道用他的声音看这些东西？
你要让他先看这些东西，让他自己看，对，他要反应，让他有反应。哦，对，搞不好他要看哪一个东西才会有，对，就是某个指定的话，声音不太一样的声音，这样就会有反应。蜘蛛网，哦，没反应，欸，有意思，看一眼很小。那我们去看，先看这一幅画。没什么东西，应该没反应。如果你做 L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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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他听到，他听到， Lisa， 我说，照镜子，照不到脸。Lisa， Lisa， Lisa， 脸要版权。我应该是，我一解释小孩子声音，还是我被附身的声音？对，然后我们现在等于被附身了嘛？对，我们没符号都看了，反正也可以试试 R3 收音机2到3秒再到电话，因为已经不会有第二次笑声。哎，大家都是卡在第二次笑声呢。第二次笑声可能随机要触发一个点嘛，可能不知道看哪个。只是大家都不知道点到哪个。其实应该大家都是试出来。对，就每个点有人等了2小时啊，就像放着2小时，没有一直晃2小时啊。每幅画都点按住看看久一点，侧着走还蛮恐怖，好难哦。真的是随机的，有人30分钟破关，有人2到3小时。啊，我们好衰哦！我真的还蛮自我震惊，没兴趣，又没有笑，没有激动的那个。好像哦，发现了，他发现什么？你就没了。哎呦喂啊！没兴趣，下一幅。好不好？在哪里？厨房吗？啊！看我笑，我刚刚看我一动就会笑哎。这没。这打嗝。打嗝。看球。哇！哎呦，有了哎！有了呀！哦，有了有了。电话电话电话。他是不是生气？因为酒不好。酒不好。生气对。是哦。我不知道啦。电话嘞会响了吗？手把有震动吗？它有特殊的东西，它会拉近，更拉近镜头。我说，所以这些都没有。所以手把没有震动就对了。对。那刚刚那个是怎样？那个时钟都有画，再看一下。好。刚刚的酒。生气吧？怎么会变这样啊 ？Fuck！ 不要再看酒瓶了，他生气了。他真的很生气。看时钟，时钟看久一点。是这个吗？你要这个吗？5秒，一、二、三、四、五、换，一、二、三、四、五。这比对拍还难。哦，没有。一、二。五，好没有，我没兴趣。你水节你有兴趣？我们刚刚找到碎片，你看它越来越多啦。对，你一有找到这里就变多了。哎，好像是。变多啦，我刚刚说对啊。那碎片再来找，它不是有？可是我都乱走的。随便乱走吗？所以被电到就等于找到碎片。可是他说碎片对，可是他说碎片没有意义啊。哦，所以电到是碎片哦。对，应该是被电到是碎片。还是我们要把全部的碎片集满？没有，他说没有。看他自己的照片，他才会开心。他说没有一定。真的有变多哦。有。本来没那么多啊。可是我根本看不出来哪个是碎片。对啊。可能有这个闪一下就是。窗外，看窗外有意义吗？我怕只有一个点。你找一下那个碎片所有的地点。可是我看点不进去，点不进去看不到。一、二、三、四、五、
有，但是有哎、欸。电话，等电话。哦，这手把震动了吗？没有。那什么东西真的有？小朋友，震动了，快点等，电话响，震动啊！小孩笑，震动一次而已啊。很久。哎，有人不笑。第三次，等一下。阿三，快点。然后阿三。Yes。门开了，哪一个门？后面的门吧，下面的门开了吧。地下室那个门吧，他说循环的那个门。对啊，开了。没有，反正就开了、啊。哦，真的吗？对啊，左边呢？没有。哎、欸，我还怕出去又重复哦。他说听到第三次笑声，电话就响了。对，我们响了。按R3接起电话，经过最后一个循环。R7接着走过下一道门，然后就破关了。对，这就是循环。对，就这样子下去吧，只要失败就算了、啊。我的妈呀！小孩要五秒哎、欸，真的要五秒哎、欸！那小孩到底是怎样？真的要五秒！你刚什么按着那个？上面。Life was such a drag. Every day eating the same kind of food, just the same, playing the same kind of games. Yeah, he was just that kind of guy. But then one day he goes and kills us all.这小男生讲话。But guess what? I will be coming back, and I'm bringing my new toys with me. 我是真的吓我们一次。对。哦，他说这是最后面的剧情，就是那个男主角。他说英斯路的那个男主角。对啊 ，Sam Hill。哇，好真哦！这次这个到时候出了应该很嗨。就是这个样子的，完了，完全就是这样子。靠，越来越可怕。主角来了，刚刚用了那么久，超帅，主角来了。终于真出来了，终于跑出来了。哦，柯基嘛，主角也做太细了吧？像吗？哇塞，这玩起来疯掉！我觉得晚上应该做噩梦。超爽哎、欸！可是真正 CNK 还要打架哎、欸。打架？还要打那些怪物？哦，对，还要打隐形的鬼。就他、啊。对啊，怎么上一代就是他、啊？没有。不是新的，英斯路的那个男主角。哦。你看英斯路的男主角。对。找特地找他来演啊！我终于看到他脸，好开心哦！我就为了看这个。而且网络上大家都很公平，都没有放这个，就是要来的很乖。Yes， 要玩完才知道是 Silent Hill。对，好嗨，是哎，是哎，很多个三九，对啊，一个而已。你做太细了，到底全部都是日本？而且全部都日本人呢。哦，真的。因为 Silent Hill 是日本人做的。我上一代玩的超开心的。口技吗？有啊，他用最新的是那个《特工神谍》最新的引擎做的。哦。最新引擎做这个游戏、欸。你怎么会这么了解啊？我弟啊，我弟。他弟游戏很厉害。啊。然后你都会听他讲。对啊，他都跟我讲，我说哎，看那三 Hill 就是那个很屌。哎、欸，我们这算弱啊！最厉害的有人只花26分钟就过关了。是他不一定啊。所以下次。所以刚刚我们那些，我们把所有假攻略都用完了。还在那救了好半天。还在那还放羊的。他说小红帽也讲了。